老广贺春，国宝拜年。你有一道来自2200年前的数学题：大奴呼不得数，当吃五十；零得数三，当吃镍。南越国鼠患严重，宫院里每个奴隶都有捕鼠的 KPI。一个叫呼的奴隶，因为没有抓到老鼠，被吃五十下；抓到三只老鼠的，还是要被罚吃二十下。你能算出每个人要抓多少只老鼠才不会受罚吗？我算出来了，每人至少要捕得五只，少一只就要挨十下打。这个记录宫廷鼠患的小故事，来自被称为岭南第一简的南越木简。2004年，考古人员在南越国公署遗址的一口渗水井内清理出了100多枚木简，文字大多清晰可辨，共计超过1000字，内容涉及南越国的公事管理、物品进贡、社会风俗等方面。竹简和木简是纸被发明和推广之前的主要书写材料，记录了当时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。深埋地底2000多年的南越木简，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，极大扩展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。通过木简，先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，这就是文字的力量。